我知道很多朋友哈，因为下雨今天来挺大家的哈。我们记得在那个台美风灾的时候，那个台风的时候，大家也在的哈。那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到里面去？因为我们都一直在这边呢、啊。我们说过风雨无阻，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不管风多大、雨多大，我们都在这边的。我们曾经跟科导讲过哈，如果台风没人来的话，我们就两个拿链子把自己绑在这边哎。可是我想还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来，我现在各组点名第一组，来，请大家认组好不好？第一组来，抓个抓个来，第二组，特色的你们几个人，请来来，再加入一组，好来，游戏马上开始。第三组，几个人？好，七个。第四组，好，警察来了，车子在那里，赶快去开走。哎，好，有车的赶快去开走，警察来了。OK。几个？十个。来，中组第二组几个？十个的，好，好，中组来了，好，中组几个？阿言，你很大，你只有六个，你丢人了，赶快去找。对呀。真的。你不能打老师啦，老师不行，老师你没有，老师不能加组。老师没有加组的，哎，好了，这是第十个 ，OK， 好来，我们现在邀请第一个导演，不是导演哦，第一个演员，而且我们从年纪轻的开始，今天有八个人，他们就抽签，不知道你抽到谁，他就是你们的组长，我们欢迎台湾重要的新生代的男主角凤小岳。小岳来，小岳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哎，等一下要抽签了，大家知道第一组第几组哦？你不要以为你，我们没有作弊，来，小岳，谢谢你，台湾天来。哎，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有点没来了。中秋节快乐，对啊，中秋节快乐。他很回流钱很厉害，最后回流钱搞不好中秋节。我们都输。哦，真的、哦，你是外地人啊？对啊，马志祥都是对，每天都在照我。我先不讲这个，等下再玩。就还是很开心待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然后虽然它只是一股小小的力量，但是我觉得它是存在的。然后我看了，就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开始有一些就是可以听到一个无核能的国家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凡事都只是一段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台湾的经历就是这段过程，因为我们刚好是在这段过程中参与到这个意见的一股力量，我觉得这很值得敬佩的，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请我们的美丽的小八来，等一下，来，你要抽签，抽看你哪一组的哈？这一组就是你们的小组长，请问你是？6号还是9号？没有九号，第六组。第六组是哪里？好来，好，你在这边。好来，那下面。OK， 我们来了一个演员黄彩怡小姐，掌声鼓励。大家好，我很开心来到这边，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就像小岳说的，这是一个很棒的，虽然是小小的力量，可是只要我们凝聚在一起，这个精神可以长长久久。谢谢。好，来，开始抽签。不管了，重抽了，烦死了！哎，你自己再找一个了。今天规则很乱。第七组，鼓励一下哈，演员们来，你到这边去啊，我来。这边，你不要挖脚了，哎。挖脚。OK， 好，来第三位，蔡健伟导演，黄健伟导演，哎。我没有叫刘健的，像姓刘都会骂。好，来，黄健伟。大家好，我是健伟，然后很开心看到这边，就是觉得很嗨，谢谢大家，谢谢。来，抽一下，抽一下。第八组，哦，都开大的号码了哈，大家都看前面的号码，大家都看。来，第八组，欢迎一下，你们这组的，好，来，下面是好阿晨导演，哇，这个最嗨的阿晨导演。没有，你们。我
我现在很开心，心里但是很难过，好奇怪。好，那个就直接抽了哦。元第二组，第二组，来，掌声鼓励他。好，来，不错，好来。再来，下面的答案是王玉林，哎，《复仇骑士》的导演王玉林，今天拿有拿钥匙了，玉林在哪里？来来，赶快，赶快，赶快，哎。我要抽签是不是？对对。第一组，哎，来，看看这些组是谁。好，来，再来。好，来，我们那个侯流泉的发明人，也是最近脚受伤开始重出江湖的阿朱，你看又跑的啦。大家加油！大有为政府的时代过去了，好，只有人民壮大，好，我们说我们国家才会好。啊，来。第三组 OK， 好，来阿牛哥那边，好，还有两个吧，还有两组对不对？还有几组没有人，没有地方？第五组跟第几组？四跟五啊。第二组是谁？ OK， 好，来，我们现在欢迎王小弟导演。开玩笑耶，请最后一组年纪比较大的柯一正导演。柯一正导演现在在哪里呢？柯一正导演不要混了，哎，来来来来，他是第几组的？第四组啊，哎，不用抽了，第四组，第四组啊。希望今天大家可以过一个很特别的夜晚。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来，你到那边去呗，大家都走去。好 ，OK， 好，我们第一个活动，是吧？代理人说他要保护我，哈，他求了他，他怎么样都不上来，一个单可以就完了。代理人，你来主持好了。后面进来的朋友可以随便加入哪一组哈，后面进来的朋友可以随便加入你指哪一组，不要乱叫啊，哎。大家互相介绍认识一下。你的方式是？哦，这个你是卖咖啡那个。加油！加油！问你咖啡在哪里？他不讲，他不讲。他想不到啊，那也是这样的。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来。这样的话，其实是要把它搞好。对，可以做的，哎，这一组处理的很好，可以做的。哎，每个都是别站组，做的没关系，不要紧。我们就跟大家认识一下，我第一次要进来找我们。那没喊你了，这样。这个外面的朋友们可以就近加入，媒体请鞠躬跟导演们让他们加入哈，也可以认识一些比较多的朋友，因为我们那边认识不要才有比较深度的论坛。嗯，公民，你应该来，不管是配合或者是，只要在。
旋律是。
有加入各个队伍的朋友们，你可以加入去认识新的朋友哈。所以跟年轻就像团员一样，嘿，今天难得的机会。我们那一天呢，是阿贝跳舞的，他不会唱的。等到学一下歌，他就。我还读这一组蛮团结的，已经都会唱了，阿强要跳舞吗？导演唱，你们就找一首歌，很简单的歌。导演，你是真主，跟阿飞唱音乐代表我的心呐、啊，阿飞不敢唱歌嘞，去带他一下哎。那个，快快去帮忙一下。去板河，把那个人扔了。去板河，去板河，板不是板河那个人呢？去板河，山街小巷。不是，我跟他们说一起，我把歌带起来啊、哦。天空啊，落水哟，阿妹呀，来咱的妈妈哟，阿西爹，汤水呀。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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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一次唱的时候，我们拍手，我们就拍手，拍手，然后他那个机会。